周末愉快。今天我要先来吃个 Texas Roadhouse， 然后继续去海边晒太阳。今天我带了秘密武器，就是那种助晒油，就要把平常不太晒得到的地方再多晒晒。但是现在好饿啊，早上跑了步还没吃。小面包，这是炸洋葱圈，吃的超饱，出发去晒太阳了。到海边了，这边今天停车场还挺满的，还好我们来的时候正好有个车走了。要先到这边付一下停车的钱，一个小时5块钱。路上有只小乌龟 ，Hello， 小乌龟，我的阴影挡住了它。这个小推车还是很必备的。我的小帐篷又支起来了，现在要来上我这个秘密武器，就是 tanning oil， 应该是直接喷上去就可以了。When I saw the hearse come rolling, oh, to carry my mother away. Will the circle be unbroken by and by, Lord, by and by?There's a better home awaiting in the sky, Lord, in the sky. Oh, I told the undertaker, undertaker, please drive slow.'Cause this lady that you're hauling, oh, I hate to see her go. Will the circle be unbroken by and by, Lord, by and by?
我们从沙滩回来啦，准备去洗个车。小伙伴们，这周我超级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周末我要飞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就是迪拜，我要去那边一个月，所以这周我要把手头上很多剩下的工作给做完，然后还要准备一些要去迪拜要用的东西，比如说这周五我还要去做核酸检查。然后这一期的 Weekly Vlog 应该会是今年最后一期在这个家里录的 Weekly Vlog 的，因为等我从迪拜回来就是12月了，然后12月打算开始录人生第一次 Vlogmas， 然后就到明年了，所以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。不过呢，我去迪拜还会继续给大家拍 Weekly Vlog， 就是会在那边的比较偏生活化的，因为我主要是去那边找我弟，他在那边已经工作2年多了吧，然后他可能很快就要回美国了，所以我也是趁此机会去看完他，所以我也算是有一个当地的免费司机导游，那还有住的地方而且他是在世博会工作，我主要是去想去看迪拜世博会的，然后当然还会去参观一下迪拜，然后应该也会去阿布扎比，所以到时候会给大家录很多的 travel vlog 还有生活 vlog， 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到时候你就能看到很多迪拜还有中东相关的影片了。对，这就算我这周一个重大事件的吧。现在趁我有一点时间，我打算把我身边这些植物抱到中庭去吧，然后浇下水，因为这样子我不在家大家如果来浇水会更简单一点，还有就是可以稍微开始整理一些行李了，因为如果都等最后整理的话就会匆匆忙忙，很容易落东西。这几天我有在弄，比如说迪拜的电压不一样，我要买那个电压转换插头啊，然后还要注册无人机啊，或者就是之类相关的事情很多，然后还要看一下相关的旅行规定啊之类的。这个世博会本来应该是去年2020年的，但是因为疫情就推迟到2021年，然后是在10月份刚刚开幕的，一共的时间是6个月。然后就是不管你是中国护照还是美国护照到迪拜都是落地签的，具体的相关方面的出入境的什么，我到时候如果顺利抵达了再跟大家分享吧。这棵是我上周不是在沃尔玛买的吗，我想把它下面叶子直接掰掉一些了，下面也不用这么多叶子。我把我这五颗比较大的都包进来了，现在我的中庭变成了小小的jungle。
这里就是浇水比较好浇，因为有一个水龙头跟水壶。Morning， 今天一大早又陪我妈去看了一下医生，现在打算出去吃个饭，来吃一个连锁的意大利菜，就是 Olive Garden。这是他们一个新的 appetizer， 就炸虾什么的。它这个虾还不错，活分比较高，没有很多。比我们那里虾好吃，我们那里虾太硬了，反正太多了。对啊，你这皮的要出来看一下别人怎么做，都不出来。If you have your paying card, you could do it right here. Great, thank you. You're welcome. 可以自动付的，多少啊？我这里给你。啊，不用给了，不用给了。我也请一次，你也请一次。你不用请了，这个这么便宜，你不要请了，你要请贵的了。多少钱？你要请贵的，30，不止嘛，这个都素食的，那个开胃餐。39了。是吗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挺贵的啦，挺一百的。Good morning， 现在周五早上了，我要去做个核酸检测。现在他们那边就是要求要72小时的核酸。所以因为我的飞机是周日，周五今天就是最适合的。然后 CVS 那些，因为它不能保证出报告的时间，可能会赶不上飞机，而且又正好碰上周末，后来我就没有选择在 CVS 做，就另外找了一个 lab， 他们可以保证就是明天就给我报告。我们现在出发吧。You're all set. So easy.
Safe travels. Thank you. You're welcome.三秒就做好了，他就是捅了一下我的鼻子，然后他们会发给我一个报告，明天我要把它打出来，还有一个 QR code 也是要求的，就这些东西，其他就没什么了，可以回家了。我回家啦。对了，刚刚做核酸的时候，我进去 check in 的时候嘛，还好我又提了一嘴，就是是 for travel purpose， 然后他又问了去哪里什么，就是因为如果不是为了 travel 的话，其实他主要就是看阴性阳性，就是有的情况下会没有给你 QR code， 但是如果你是要为了 travel 的这个 PCR test 的话，一定是要有个 QR code 的，就是机场或者海关那些人是可以 validate 你这个 test 的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如果是为了做旅行的核酸的话，记得要跟他们提一下是为了旅行的作用。嗨大家，现在是晚上8点多，我已经收到了今天早上我做的 PCR test 的结果，就是 negative、但是他们现在只是在那个叫这叫什么 Healthy Together 这个 app 上有，我还要等他们的邮件再给我发一个和一个 QR code， 然后明天要把它打出来，但是现在我又不着急，所以没关系。他们说是第二天，就是明天周六早上发给我，所以目前如果还没发给我是正常的。旁边就是我整理的行李，但是还没有整理好，整理了衣服，但是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还要继续整理。现在我想来搞个事情，对了，今天还接了睫毛，补了睫毛，不是，也就是补了一下。我现在想涂个指甲油，涂个指甲油。我现在喜欢的指甲油就是饱和度没那么高的，就比较莫兰迪一点的，像这个南瓜色是我之前还挺喜欢的3CE 的。然后或者涂一个浅一点的，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。平常我还挺喜欢要涂指甲油的话，自己在家里涂的就比较少会去指甲店做。这两个就是超市都有的牌子 OPI 跟 SC 那个的，然后我觉得 Another Story 的指甲油也不错。还是涂 3CE 这个南瓜色吧，这个是我很久以来的最爱。这种自己涂指甲油呢，有个好处就是你出门旅游的时候，比如说你有一个手指少了一角之类的，你就可以自己带着指甲油补一下就可以了，不然的话剩下的旅程你的手指就少了一角，就感觉很难受，所以我一般都喜欢自己涂一下，然后出门会带着指甲少一角就补一下。所以虽然不是说像第一次涂的就那么平整 perfect， 但是至少远处看过去它的颜色是完整的。
在等左边的手干的时候，我把脚也给涂了，然后刚刚右手也涂完了，右手就是涂的没有左手那么好，但是还 OK 啦。现在等干了之后，左手应该是干了，我可以再涂上一个 top， 就是面油。我的手和脚都涂好啦，那我们这周的 vlog 就到这里啦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接下来会有一大堆去迪拜的影片，拜拜。